这就是你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我很抱歉，但我必须这么做。戴上这个项圈，在仙海蔷薇池对待犯人的规矩。算了，我跟一块木头计较什么？戴上这个项圈之后，你就和失去所有的超能力，变得像普通的地球人一样。废话，我戴过好不好？再跟我回到仙海蔷薇之前，你必须待在这儿，哪里都不许去。 在地球上获得12年自由，也值了。你这根本不是自由，你只是在逃避。像你这样从小循规蹈矩的人，你懂什么自由？那这12年来，你真正有一刻觉得内心是轻松的吗？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。在我心里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是原来那个云霄逸，这点从来没有变过。 可是你呢？你有真正接纳过自己吗？那你呢？你有真正接纳过你自己吗？连你自己是个地球人都不敢承认，连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都不敢面对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也只是希望你不要再逃避了，我只是想让你正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。
我的事轮不到你管。我走了。振南，我的事儿也不需要你来管。金田爵吗？哎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你别老穿西装去见人家，就穿刚刚那件吧，让他紧张紧张一下你。 不用谢，乖乖进禁闭室里去吧。哎，你们有电视吗？禁闭室没有。老板。 这样真没问题吗？他已经戴上了项圈，不会再耍什么花样了。你负责盯紧他。老板，这么晚了，你不会还想要出去吧？我还有很要紧的事要处理，你负责盯好云霄逸。 我不放心你，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老师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把你忘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 喂，你怎么了？这啥呀？这是，别动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找田菊，他人呢？田菊现在有危险，我得去救他。啊？帮个忙！怎么办？喂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沉！坚持住，一定不能晃。那我晃了会怎么样啊？ 喂，大哥，你还没告诉我要举多久啊，大哥，你回来呀、啊！喂，他说你出事了，我已经没事了，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去参加比赛了吗？
今天的事儿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，改天再说吧。你先回去休息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我送送田俊。那风老师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把你的漫画带出来了。我知道这是你辛辛苦苦画的，所以我一定得拿出来。但还是对不起你，没能让你参加比赛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还跟我说对不起？把手给我。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外星人的黑科技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从今天开始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知道你讨厌别人碰你，连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我刚才哭的时候，把鼻涕蹭在上面了。你换上吧，我这身洗过可干净了。不用了。这身是我最大的衣服了，你要嫌不合身，我再给你找。哎，洗好了再还给你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。你还没走，上车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和天爵很有可能会出大事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那把剑动了的话呢？动了会怎么样？你最好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不说算了，反正我也懒得知道。你呢，是从漫画里穿越出来的人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次元里。而且你的脑回路呢，我也是理解不了。那你一直在这等着我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今天田爵没去参加比赛，是因为你？
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想让田爵参加比赛，但是你总该知道，画漫画对田爵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啊。我是希望一个真心喜欢漫画的人，应该有机会，至少一次得到大家的认可。你是田爵的什么人？你为什么一直阻碍他的选择？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反正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机会已经没有。我只是奉劝你一句，到底怎么样是对田爵好，你应该想想清楚。原来骂外星人这么爽。你还不下车等什么呢？我今天替你扛了一天的剑，你还想让我送你回家不成？我又不是你的黑执事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我不想和你谈。你在烦什么？我大概猜得到。之前你一直拿我当借口，不肯带田爵和御苑之石回星海蔷薇，现在抓住我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去？如果田爵不愿意跟你回去，你会怎么做？总会有办法。安白夜，安白夜，你也开始自欺欺人了。你还不如跟我一起留在地球上，你找你的田爵，我找我的森森，生活无限美好。只不过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最后结果还是很痛苦，但也没办法，这就是你安白夜必须要经历的。笑什么？你不懂。安白夜，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。管好你自己吧。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了？站没站相，做没做样？你忘了咱们在星海蔷薇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吗？立正，起立。好，不听我的命令是吧？你现在应该算是在我家寄人篱下了。既然是在我家住，就得遵守我的规矩。你应该是了解我的习惯的吧？对不起，不了解。少插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做主。希望你不要违反我的规定，不然的话……不然呢？你以为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？我感觉挺好的，风水不错。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跟我走。既然要在我家住，就要适应我的生活习惯。什么习惯？反正你也是闲人一个，你就负责给我做饭、打扫房间。冰箱打开。
所有的食物都必须按种类排放。把冰箱关上。冰箱外有我每日所需摄取的食物清单。我的早餐一般控制在300卡路里之内。中午400，晚上100吗？老样子呗。很好。下面那个小的菜单是131的清单。每天多一克少一克都不行。行，我们继续。洗手间的规定时间是7:02到8:10，中午12:07到17，下午5:00到5:08。以前我们住一起你就这样。哎呦，我真是非常讨厌你这一点。还有，这个，凡事，你所在之地寸毛不生嘛。放心吧，我也帮忙。很好，继续。中午12:40到13:40是你的午休时间，没错吧？这么多年，你这种按刻度尺生活的臭毛病，到底能不能改改？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不用看了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不是你的房间。我要休息了。哎，你晚了半分钟睡觉会怎么样？赶紧给我走！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有男人。我不管，我要听解释，我要听八卦。我解释过，至少3遍。解释过？什么时候啊？真是无聊，反正我没有男人，都没有跟男人一起睡过觉，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了？没有男人，那你这件衣服是谁的？你自己的？这么大的男款风衣，你买来当被子啊？说，他到底是谁？他，是我的男主角。这不是什么预言之石，这就是我的项链而已。不是你是谁啊？是星海019。星海019和我一样，有拥有他的能力，他能变成身边的任何人，让你根本分辨不出来。你说又出来一个外星人？你当我傻啊？星海019根本不存在。之前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必须相信我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，就是跟我走。为什么？预言之石又回来找你了，你已经和他分不开，这点你很清楚，我也很清楚，星海019更清楚。如果他要夺走预言之石的话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杀掉你。你不说是星海019吗？星呢？啊，019呢？啊，海呢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怎么会真的有一个星海019呢？那我以前对那个臭流氓各种臭脸算什么吗？我简直就是傻白甜中的傻白甜。别瞎想了，早点睡吧。你不用自责，这根本都不是你的错。从一开始我的出现就已经颠覆了你的世界，你能够接受我的存在就已经很难了。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真正的星海019，你不相信我也是应该的。我知道画漫画是你的梦想，你想去参加比赛也没有错，反倒是我一直在阻碍你的选择。我本来以为这都是对你好，但其实对不起。
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跟你说对不起呢，你都先跟我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抢你台词的。又来？对。怎么又生气了？最讨厌这样。我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想跟你道个歉，结果话还没说出口你就已经知道了，那我还自己纠结什么？那你可以再跟我道歉一次，我可以当作没听到。才不要。那你到底要怎样？我要睡觉。闭嘴，睡觉。哦。哎，啊！你怎么不睡？你怎么还不睡？我睡不睡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安白夜，又怎么了？谢谢。还没睡啊？好看吗？挺搞笑的。哎，要不要尝尝？这个特别好吃。我走。哎，哎，我还没看完。哎，去机密室看去吧。哎，我还没看完，马上就看完了。韩白夜，你个死变态！现在知道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了吧？我快烤焦了，你想让我死吗？永远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在明天在我睡醒之前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拾干净，回归原位，不然你就是炭烤云霄翼。OK， 我收拾，我收拾。晚安。我收拾。星海002申请信息覆盖，请输入信息覆盖范围。比赛现场，请稍等。信息覆盖范围扩大，原始能量将会过载，请问是否确认？确认。
又不用比赛了，起这么早干什么呀？都结束了也好，过去的就过去吧。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好，哥。普通的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，嘿嘿。懂得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，嘿嘿。哒哒哒哒哒。喂，你傻坐在这干嘛呢？你今天不是应该去参加比赛吗？哎呀，快点换衣服啦，去参加比赛，这次比上次更重要啊！看看这几身。比什么赛？复活赛啊！你今天不是应该去参加复活赛吗？你是不是睡懵了？复活赛已经比完了，比完了，什么时候啊？昨天啊。喂，昨天的事儿你又都不记得了？我记得呀，我都记得呀。你一直在画画，画了一个礼拜呢，然后昨天画到半夜才画完，我都记得呀。明白了。真是的，每次都这样，这频率也太高了吧？再这么下去，你脑子会坏掉的。得跟他说说。谁啊？跟谁啊？说什么呀？今天是9月20号，星期五，万众期待的创造漫画家比赛将在今天展开复活赛的录制。看，没错吧？就是今天。也将参加这次复活赛，他将再次给大家带来怎样惊世骇俗的作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这是穿越了吗？各位听众早上好，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五，让我们一如既往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开始新的一天吧。喂，你傻了？赶紧换衣服去参加比赛啊！是这件。换衣服来。不行，这事不好，不吉利。不行，不吉利。这画面，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呢？上次你也这么说的。什么上次啊？不对，上次是在梦里。梦里，什么梦里不梦里啊？你没睡醒吧？对，我就是还没睡醒。安白夜，安白夜，你下楼吧，我就在下面。
孩子，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，它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在我的心底，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个月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忆留下远行的脚印。